如果射到同伴标靶，就会扣分。 我已经在屋顶就定位，我看得到你。现在去找钻石吧。法兰克把警报系统解除了，如果有人来，我会警告你。法兰克说他藏在科斯洛夫的桌子里，你找找抽屉，看能不能发现什么。密码一定藏在附近，继续找。 警卫来了，快躲起来！
掩护走人，记得吧。可恶，我以为法兰克把警报系统解除了，我会把车开过来，你快点逃出那里。枪法，现在快去拿钻石，我们走人。